什么英文的歌啊？哎，你看有 Super Bass 哎，还有 Nicki Minaj。乱吗？你不会自己看哦。嗨，大家好。什么意思？哈，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今天呢，我要开箱的是天龙魔化。OK 吗？很凶，很凶，那我不要讲话。今天我主题是要开箱电视盒，叮当。完美成品。这一款是一个超级，它是怎样？方便。都会开箱。三 C 白痴都会用，阿姨阿嬷都要用，那就简单嘞。那款就是主打像的，你看很多电视，什么第四台啊、新闻啊、直播啊都看得到，而且还有各个国家的频道以及节目内容都在里面。是一个白智慧型手机的东西都塞里面，也可以手机投屏。那这么简单的开箱，你们想看吗？我要开咯。到底有多简单？来，打开呢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盒样子，摩斯数位。里面呢有两个 USB 孔跟什么？哎，我们 HDMI 啊，这个连接 HDMI， 哎，这个吗？你这个吗？臭猫咪，它是吃 HDMI 的，它有一个网路线，它遥控器很讲啊。臭猫咪，这里面就有两个机子，一个是电视盒跟遥控器，这实在是太笨的人，太聪明的人都会装。哎，还有一条线板。板，看看呗。那我找一下板。哦，有，整个全部都在里面了。我以为是潘朵拉的盒子，打开了哦。你要配合啊！这是它的电源线 ，HDMI 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操作画面了 ，Go！ 就是刚刚的电源线，还有 HDMI 线，长一样就把它插下去。还有这个是网路线，如果家里没有网路线的话，也可以是 WiFi 哦。我找一样头的，这些都是笨蛋都会装的，给它插下去。你电源插错了。阿姨阿妈我也要有，就简单嘞。不讲了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插下去之后，灯会亮了。有灯会亮了，耶！安装好了，期待吗？有期待。我跟你的期待。那怎么不开？哦，电视没开啊。你得要开电视哦。对，这个遥控器是开电视盒哦，然后那个是要开荧幕。啊、哦，整点了。会吗？那你想干嘛？唱歌，我不要啊！记得唱歌，闭嘴啊！里面还可以装你们喜欢看爱奇艺啊、酷播啊、天选是你们什么韩剧啊，什么都可以看在里面看哦。看起来我觉得你要唱歌一下吧，是不是大家想看记得唱歌，对不对？什么英文的歌啊？哎、欸，你看有 Super Bass 哎、欸，还有 Nicki Minaj， 你好，你好，慢慢的 g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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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首歌，一个舞，就这么的，就这么的，对对对。你是不是会唱？人家帮我念。那个吧。耶，这边的啊，那个你哦，好 excuse me， 啊，那个你们吧。你是不是很可笑？你们玩的坏 ，the shy， 这边来的 ，looking 来的 ，looking 来哦 ，yes I did， yes I did， 都 F cry， F R E， I'm Mickey， 那个 make a loser， 美酷色，真的美酷色 ，boom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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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get the super，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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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get the super，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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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那换你唱歌了吧？你们谁要看我唱歌啊？你先。可惜不是你。然后左下方这个直播呢，就是类似第四台这样，有很多第四台内容，还可以挑，还有别的国家的。哎，杨丞琳哎，嗨。然后点播的话，有很多追剧的东西，很方便。还有上方的跑马灯那个点 T 煞厅那边都可以，由你们去设定，再跟厂商联络。下方四格都是捷径的部分，你们可以自己设定。然后午夜剧场我就不多说是什么了，准备你们卫生纸吧，拜。好，那先讲重点吧。我要选个动作是不是？没有，不用选。他怎么瘦人都会这样？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就按喜欢，不喜欢就按不喜欢，帮我传给你的朋友们，拜拜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电视盒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哦，拜拜。会在下方的资讯栏，爱你妈，怎样？再见啦。好吧，再见。